为了套出老公秘密，演技要比诈骗集团厉害。忽然有一天，奇怪，你乱躲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你在拿走，我说 baby， 我们被盗刷了。聪明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让歹徒得逞。然后他才跟我讲说，baby 对不起啊，那个是我打电动的钱。诈骗集团的话术都没有你厉害。小柔很有生活智慧，这样引导是很对。听医生讲，要先引导，慢慢的，至少不要花太多钱。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